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520成为了一个不输给情人节的特别节日。在这个甜美日子即将来临之际，刚刚发布新专辑《漂流少年》的超人气新生代偶像陈翔就现身广州，以嘉宾身份担任某品牌举行的因为是你所以深爱大型主题活动。当天现场人潮涌涌，连维持秩序的现场保安都招架不住，估计粉丝是被陈翔的我爱你告白深深触动，有的歌迷感动到落泪，更有的激动到晕倒。看着如此激动的粉丝，陈翔不知道高兴好还是心疼好了。各位喊得声嘶力竭的女生，还是听听陈翔喜欢的女生类型再做行动吧。喜欢什么味道的？这个味道不好形容，我觉得是甜美可爱，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内心非常的孝顺，然后内心要非常的怎么来说呢，我觉得女孩子要温柔一些，孝顺一些，善良一些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。对，前段时间快乐大本营播了陈翔跟李准基担任嘉宾的一期节目，网友对此很感兴趣，对于出道前就被提及自己是翻版李准基，陈翔则看得很开。因为我在出道之前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，而且我觉得李准基呢一直都是我们的前辈嘛，所以我们从小都是看过他嘛，所以我觉得说我像他也是外界人去说的，说我不像他也是外界人去说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要自己做回自己的形象。